我是万万没想到，当00后开始管理官方账号，居然把全国网友都给整不会了。诸君，且听龙吟。好家伙，我看不懂，但我大为震惊。在国外努力想将我们塑造成列强的今天，一群新生代力量从战乎局学成归来，与他们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。道理我都懂，但我还是忍不住说上一句，就不该让00后管理官号，上一秒还垂死病中惊坐起，列强竟是我自己，下一秒就天黑人容易犯错了。好家伙，真就00后随便捡，80后闭眼审。中国烟草，我就养出个这玩意，但你要说这个系列最离谱的，还得看它。曹主家的四北地，带着老东家老天亮，我发大，我们都要忽悠他，忽悠我的财机密，我发大钱吧，金色小康好盛华，监狱公子八八四王，不懂就问，你们是把伊丽莎白鼠招编了吗？